哇，对对对对，胃元汤，阳阴元，保持太阳，阴温暖。九号，思泉，2500万成交咗，为圣湖商保基金挫败，你赢你。多谢，我听到出名两字即刻望下你，多谢多谢。呢间铺2500万成交咗，思泉，我唔知系坚定楼啊，就已经啱啱收到工嘅时候。如果你想收到最新嘅资讯咧 ，join 你一个 WhatsApp 嘅 group 啊，呢度有个 link 你 click 入去可以 join 到啦，所以888成交放盘啊，资讯乜都有，但系只要坚定楼我唔好肯定，但我收嘅料我相信放紧最多嘅。桂圆堂成交咗2500万，思泉啦，我冇证据，但系就呢间铺系阔16尺，深28尺，就租金我手上面有资料系100万蚊。回报就是 4.8 厘，这个楼龄大概6年到啦。原本业主就是宏安和这个赵朗，就在2021年的时候3月份就用这个3亿就向新世界买入成 lot 的基座，哇好近嚟噶，那时候3年前已经同你拍过。咁望住呢度就是屯门乡事会路，咁呢一栏咧，呢一栏就好旺啦，系好旺啦，咁唔使讲嘢啦，呢栏屯门最旺呢一橛噶，啱好天生楼分行咧就而家进行内部装修，4月中旬嘅时候咧就恢复营业啦，咁所以就而家装修紧啦，啱啱入边装下嘅时候都系装修紧鼻零白冷咁样啦，咁所以嗱望下呢间铺咧大约系点咧，个深度咧影响呢间铺头，总之系半间呢一个嘅羊肉粉啦。半間羊肉房，你望到呢間咧，好深下，好深下，好大件，就16尺面，就係呢個28尺深。個雖實用面積430尺，建築面積就大概700尺咁啦。嗱，再望下逐間逐間咧，呢度好多間成交嘅。嗰邊咧向翻嗰邊就講緊係巴黎啊、倫敦啊、紐約嘅戲院啦、麥當勞方向啦。再轉翻過嚟咧，係呢個 V City 啦。咁好多時啲中港車係咁嚟啦。咁咦嘅時候，一通翻關，咁啲藥房啊、啲水貨客都有翻翻嚟啦，可以話。咁肯定旺過疫情期間先啦。这个位置始终这个是最核心位。嗱，逐单逐单，其实这里呢度好多单成交咗。之前同你讲过，嗰边咧就系呢个仁爱堂嘅马会赛马会嗰个中心啦，即系体育馆啊、社区中心啦。呢度好旺噶啦，呢度好旺。嗱，我收到风嘅，都注册咗，呢啲唔系收风添啊。就因为佢呢一 lot 嘅时候咧已经成栋大厦，呢一 lot 而家佢喺度拆售紧嘅，呢一 lot 嘅一大扎嘅铺头啦，加埋呢个楼上拆售紧，逐间逐间咧 sold 咗嗰啲，同你去讲啊。租咗啲，仲有好多喺度賣緊。你中意直接聯絡阿宏安啊，各大地產代理啊，趙朗佢哋 OK 咯。呢個靚位嚟嘅。呢個71就註冊咗，係1080同埋1170萬，就賣咗2250萬嘅。呢個4個月前嘅消息。之後咧就在呢一間嘅滷水店嘅時候咧，呢一間。呢一間嘅滷水店咧，就係呢個雙喜第一，我呢個排曬大隊，好開心啊！就成交咗，係註冊2121萬。2121萬註冊噶啦，堅噶啦，租金50000蚊。呢、這個 corner 位嘅時候咧，就講嗰、那個係7個月前啦。呢、這個 corner 位嘅時候咧，就賣咗，逐個同你講過啦，現場講就係賣咗呢個2599萬，2599萬，8個月前嘅，8個月前2599萬呢個 corner 位，呢、這個諗記嘅燒臘啦。再過翻嚟，嗱 corner 位2599啊。咁你睇翻個圖嘅時候，呢、這個九號鋪大間好多，2500萬抵啦，大間用倍數去計。再去睇分數我唔俾啦，因為我試傳啊，唔俾10分，唔俾面啊，我唔知堅定樓，我唔想影響咗單交易。但係一睇大大件，惠元堂租金回報又高100000蚊，我諗我估啦，售後租回嘅時候穩定收租，又唔會走咗去，咁係算唔錯啦，係咁。嗱，同你有單咧，又再成交比較，又再睇睇。再入去嘅時候咧，我仲話屯門新墟又拆售，記住7隻字就係、是、屯門新墟，即係冇平報啊。咁所以呢一頭咧都係好貴下。呢度入面有一間咧，就拆咗出嚟係1785萬，喺邊度咧？呢、這個進和呢個蔬菜搬走咗，算咩原因啦嚇？但係總之嗱，呢一嚿嗰陣時候拆過出嚟咧，就係1785萬，1785萬。所以呢一 lot 嘅時候咧，一路咧係賣緊嘅啦，1000零萬、2000零萬、2000零萬、2000零萬，一路拆售緊 ，OK 啦。咁啊，當然最開心啦，拆售套現，咁啊賺到錢，大家開心。轉翻過嚟再望多次鄉事會路啦，最旺段噶啦，嗰邊麥當勞啦。之後呢個幼稚園啦，呢邊嘅時候新世界新樓盤啦，新世界起得幾多街靚啦，所以翻翻去咧睇翻呢個嘅惠元堂，就讀多次資料就講租金係100000蚊，回報4.8厘，我收到嘅料啊，未必一定完全準確。樓齡呢度講緊係6年到，宏安同埋呢個趙朗買入嘅，就2021年呢個基座，上面咧有個就係 24 hour 嘅 fitness 啦，同埋呢個燒肉腩啦。呢、這個 exact 地址就係鄉事會路88號嘅天生樓，地下嘅9號鋪就係前面嘅惠元堂。咁前面呢個就 V City 咧，最核心嘅位置你知入邊咧就新鴻基嘅商場，夠曬靚噶啦。所以行下嘅時候咧，翻翻嚟呢一 lot 買入3億，今日喺度玩緊拆售，呢一嚿就最新市傳成交2500萬。OK 啊，係咁走貨。惠元堂都好多靚鋪啊！你想買嗰啲鋪嘅時候，記住聯絡各大經紀或者宏安啊、惠元堂佢哋好多靚鋪，唔俾分啊！
啊，肯定是靓婆。各位业主、各位买家，我是圣会商铺 Game 创办人李欣咧，想即时收到很多资讯，可以 join 到呢个 link 嘅 private chat 嘅，唔系 private chat， 呢个是一个 group 嚟噶，咁一 click 就入到去。拜拜。好望多次呢间维园堂嘅铺，私传成交2500万，未注册，睇到个图纸，几大间 P 字嘅位置。咁今日收到嘅料咧就2500万，租金100万蚊。之前咧买入时候嘅影片啊，侧边拆售嘅时候，全部单我都去影过噶啦，现场睇过，你 search 翻啊，李根兴屯门天生楼，你全部见到拆售啊，好勤力嘅，就日日走去睇下铺啊。咁呢啦，转个圈就香市会路啦，对面就 V City 啦。咁啊，再向翻嗰边嘅时候，讲麦当劳啊，咩巴黎啊、伦敦啊、纽约戏院咁啦，呢度好啦，各位买家，各位业主。